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影片世界。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刚刚去全家买的这一本《快乐快乐月刊三》。我前几天是去 Seven 买《快乐快乐月刊二》，因为我是为了要凑到110元买，得到那个 L 夹，就是上次我有给大家放在这个。垫底的那个 L 夹就是我的，就是买这个得到的。那因为那一家之前我买那一家 Seven 没有卖三月，所以我就买二月。可是呢，我今天去那个 Seven 啊，另外一家的 Seven 又没有卖，所以呢，我就去全家，因为全家跟 Seven 离得非常近，然后全家就卖三月的。因为这个太多人喜欢买了，所以 Seven 大部分都没货了，所以我就跑去全家买，全家也有。那这边有赠送各扎的卡，我非常喜欢，所以我一定会买这一本。还有赠送其他的一些哦，是吗？还有这里面还有 L 加哎，还有3年11人的海报月历。那我们赶快先把这一本打开吧。那用美工刀，或是用手把都可以啊，美工刀就要轻一点，以免会受损到这个封面。所以我们就割很轻，太轻没有效。那割这个好了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里面有装了什么。那么，赶快来打开。这封面都有各扎的，礼品在。哦，好可爱的 L 夹哦，好小哦，哦耶，哎，哇，好酷，各扎的卡，5500，这个质感完全不一样。酷欸，它没有亮亮的，全就是我们卡后面的那种质感，卡后面这个后面的卡的质感跟前面的一样，哦，赞，我喜欢，太，而且是横的欸，我知道我常很多网络都卖那种横的那种银卡、金卡、铜卡，可是台湾现在很少出这种横卡，尤其是快乐快乐月刊第一个出银横卡的各扎的，而且是各扎的，虽然不是救济卡，但是我还是非常的喜欢，酷。那就只能刷一遍，就是这样擦不行，因为没有条码，英文版的。这是台湾自己出的吧？好，我们看海报。这个是3年11人的，我有玩3年11人卡。哇，哦，超级大！哦哦哦哦哦哦哦！我是相机。
哦，我的镜头有没有敲到？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因为我是用脚架，然后我这相机有点是算类单眼 G12 的相机 Canon 的，还有比较大台，脚架比较小。好，打开，哇塞，哦 OK， 我们需要站起来，啊，超级大。还有天马，天马是我喜欢的，剑成金剑，在。这已经是四五六月的，不是全月的，2013年的，没有三月。那因为就是三月开嘛，三月都过了，可是他都提早，他要提早一个月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月刊就这样子。月呢，它只有三个嘛，三个是赠送的。二月刊是里面有送一些卡，这个有的，就这个小的恐龙的。二月刊我觉得还好，我喜欢三月，因为有《百兽大战》的哥尔扎的英文版。我真的很喜欢《百兽大战》跟《神奇宝贝》。这《神奇宝贝》啊，你看《神奇宝贝》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卡：比克提尼啊什么的，雅雅、花豆小子、皮卡丘、索罗亚克，跟一些什么雷电鱼、龙卷鱼、泥巴鱼，不，云跟鱼不一样。然后春夏秋冬。差夏天嘛，这种花头小子，花头小子有两张花头小子，跟四季鹿就是这个鹿的进化，然后对，今天就是这样。还有赠送这个超级小的可爱 L 夹，这种应该可以夹一些什么大型的卡片啊，什么明信片啊之类的。那今天就是这些都是我的收获。第一张可爱 L 夹，第二个闪电十一人GO的海报，第三超赞的百兽大战卡。英文版哥尔扎的快乐快乐月刊，这边有特别标示快乐快乐月刊。好，我们今天介绍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谢谢大家。